青城剑法，势在必得，踏平武林，唯我独尊。师傅，你这青城剑法果然奥妙，我这才修炼三个月，感觉就像脱胎换骨一样。子良啊，你本来就是练武奇才，为师啊没有收错你这个关门弟子。叶老儿，老祖我给予你青城剑法已久，今天你是自己送出来，还是我杀了你在哪？ 师傅，可是你，叶老儿，青城剑法交出来吧！哼，歪门邪道也敢觊觎武林绝学，我今天就是丢了几条命。 你也休想得逞！杀！我看谁敢！师哥，你去对付虚刀老祖，其他人交给我们。你，苏富士，浪迹师，你，此剑师，嗯，去剑师，靠！青城剑法，薛某巨王师。叶老头，你青城剑法的确厉害。 但我门徒众多，你伤不了我。让我救上副法，只能先放他离开。给我滚！叶青山，后会有期。师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我用秘籍疗伤。青城剑法乃是武林至宝，师兄，你怎么能带在身上？我也是没办法。 那血刀老祖窥探得很久了，我只有携带在身上，才是最安全的。走，师父，师妹，我们同师同门。对不起了，师哥，青城剑法太诱人了，你要怪就怪师父，要不是他传男不传女，你今天也不会死。师哥。 交出来吧。好，拿去吧。给我破！师傅，子良，这里太危险，长话短说。拿着这个，去青云派，去找你那没见过面的师姐成婚。 想要剑法大成，必须男女双修。切记，在师父没有回来之前，一定不要使用此剑法，否则你和你师姐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师姐，干嘛呀？师姐，我只是帮你剪一下。 为证，给信就行。你记住，至于师父身份、剑法传承，一字都不能提。跑，他们来了，快走！跑了，跑不了，去青云派。 按照你的意思，家父打败血刀门后，一切安好，只是有急事需要处理，暂时回不来。是。那这信中内容，你看了？没有。万爷，此子大善之交，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坚信成婚，佩剑为证。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如此器重你。
但父母之命，我会遵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出何门？又练的什么武功？在下张子良，山野村夫，无门无派，更不会武功。什么？你不会武功？哼，一个山野匹夫也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？大姐，咱不嫁。这婚姻大事也太儿戏了吧？爹肯定是弄错了。二姐说的对，咱不嫁。这佩剑与字迹都是真的，怎么可能作假？二妹、三妹，帮我沐浴更衣，今晚拜堂成婚。大姐。师姐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但修炼青城剑法大成，只能同房，何况师父重伤，刻不容缓。既然父亲让我嫁，我也只能嫁了。希望你这个不会武功的傻小子，莫负我清白。醒了。嗯。姐姐，姐夫，快开门！别开门啊！出大事了，开门！姐姐，怎么了，三妹？出什么事了？姐夫，我骗你的，没事儿。你。再敢动你姐夫，我饶不了你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哎，大姐，仅仅一夜怎么变得如此不一样了？别瞎说，这几天武林大会送来了请帖，抓紧时间去练功场，商量对策吧。哎，姐夫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姐走路的姿势都变了？我没发现。三天前，血刀门组织的武林大会已经下战书了。青云派如果不能晋级四强，就得解散。父亲一生的心血也将付之东流。这武林大会恐怕又是为了青城剑法。往年有爹作证，谁敢招惹我们？如今他们又开始图谋不轨了。青城剑法本来就是武林至宝，图谋不轨也正常。倒是眼前这个难关，还是不好过呀。就凭你们，也想晋级四强吗？什么人敢擅闯青云派？师父的就是他们，看来青云派又麻烦了。没大没小的野丫头，按江湖规矩，你应该叫我什么呀？青云派乃家父创建，与你没有什么关系。你家的青城剑法源于哪里？神剑一脉，剑神李明阳。我们也源自神剑一脉，追本溯源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小师叔。丫头们，我师兄呢？找我父亲做什么？血刀下山，生灵涂炭，神剑一脉准备收回所有分支。你父亲所创的青云派就是分支之一。我们这次要收回青云和青城剑法。兜了一大圈子，还是要青城剑法。可惜我父亲不在家，我手里也没有青城剑法。那就把青云派还给神剑一脉吧。徒弟，清点财物。你敢？神剑一脉早已名存实亡，门派与师承更不能混为一起。叶婉莹是吧？我忍你很久了，
别以为自立个门户就了不起了，要不是有你爹庇佑，你们青云派早就散了。告诉你，我师父今天对你已经很客气，不要紧。不知之罚酒，习武之人最忌嚣张跋扈，他是掌门，凭什么不能据理力争？倒是你狂妄自大，小心自食其果。那你就过来杀我呀！杀了我，我就不狂了。来呀，杀我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羞辱我姐夫？二妹，先退下。你到底想怎样？ 把青城剑法交出来，或者告诉我我师哥去哪儿了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就把青云派给拆了。我看他回不回来，管是不管。徒儿，按江湖规矩，列生死状，三局两胜，胜者留，败者走。是。哼。 人剑一脉，万千山，愿求死。此人在西域多年，很少出入中原，听说剑法已如化境。化境怕什么？我去。化境？你？秦山，叶婉如是中原新秀，最擅长双手剑，小心他的阴阳双剑。知道了，师傅，这局我赢定了。 这是青云派的绝技，快用你的绝学，否则必败无疑。剑鞘九州，此山川一剑无敌。阴阳双剑转乾坤，独钓寒江。对不起，三妹，我不能暴露，否则整个门派都会受到牵连。 不自量力！三妹，三妹，韩千山，你欺人太甚！别吃二轮战，第二战我陪你玩。那我先灭你，再杀他。就怕你没有那个本事。 一点力量也没有，找死！这老外的击剑术手势狠啊，这第二局恐怕还是要输啊，这可怎么办？二妹，这外国的击剑术最擅长追刺，你要坚持近战。丽莎，别玩了。 赶紧拿下第二局，二妹，你小心他的闪身剑。徒儿，接近。第一局，第二局绝不能再输。关起来我干什么？不对，还要使用那一招。二妹，不要啊！我青云派。 绝不能输，天地同寿，以命换命。不要，丽莎，渐渐走，别再贴身了。行，走，稳了。我请。二妹，二妹，二妹。 二妹，大姐，我在宁夏最后一拳和姐夫保重。二妹，二妹，二妹！我请你坚持住，我用青城公救你，别死，别死！
你要干什么？血债血偿，一剑还一剑。这一剑是我为屠夜赐的，这一剑是我为断绝传承赐的。 青竹，快住手！我没认输。那你呢？认不认？青云派是家父的心血，我不认。不认，不认，死也不认。行。 那就别怪师叔我记狠了。满堂花醉天下客，一剑双寒十四州。叶婉莹，去死吧！切记，在师父没回来之前，一定不要使用自剑法，否则你和你师姐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师父，对不起了。 找死！青城剑法。 你到底是谁？你们偷袭师哥，杀我同门，为了一个秘籍，竟做丧尽天良的事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报应！去电视。 师姐，快帮忙，抓住这小子，活秘籍就是咱们的了。把青城剑法交出来。有本事自己拿，少废话。住手！ 我有一剑，一日倾城。好剑法！杀我徒！ 最讨厌别人威胁我的女人。星云派不欢迎你们，赶紧走！不行，不能放他们走。你的青城剑法还没大成，对平池会鱼死网破。那就更不能放他们走了。他们知道了青城剑法，放走只会后患无穷。别嘀咕了，放心，我们舍不得走。你学的只是一点皮毛。 你打不过，赶紧把青城剑法交出来。为了一己私利的武林败类，你们也配练青城剑法？先问过我手中的剑答不答应？他们可都是成名的一流高手，你当真要出剑？没有退路，必须出剑。不错，有胆量。哎，
可惜呀，马上就要去做一对亡命鸳鸯了。师姐，我来救你。 他们内力雄厚，仅凭剑招没办法杀死他们。青城剑法确实奥妙，但没有真气驱动，白费。想杀我，难如登天。何况就算你们杀了我，我们身后的势力也饶不了你。把剑法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见血忘形。我们不会交的，大不了两败俱伤。 不用两败俱伤，我自己就能杀他。什么？婉莹，倘若我杀了他们，青云派能挡住他们背后的势力吗？即使亡命天涯，也在所不惜。好，帮我争取半炷香的时间，我需要聚拢真气。师兄们，帮我争取半炷香的时间，小师弟放心聚真气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 行云派，在，结剑阵。是。横头长木走入殿，海棠亭下青云派，连夜招装太乙仙，吴可离、薛可爱，有人能无来生前，咱们一下无绝嗣。 云在西湖，月在天。是。九师兄弟，上鼎。是。连我师兄的老底儿都掏出来，看来真是拼命。天罡北斗阵，可惜这阵眼是你叶婉莹，不是我师兄。 我做阵眼肯定不如家父，但托主半炷香的时间还是绰绰有余。他倾城剑法功力浅，哪怕是聚拢真气也是无济于事。倒是你们，当真相信他能杀得了我吗？当初父亲让我嫁给子良，我心有不甘；但如今看来，我父亲没有选错人，我叶婉莹也没有嫁错人。子良说半炷香能杀你们，那他就一定能做到。 他能不能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们一定撑不过半炷香的时间。师妹，助我破阵，巩真言。天罡北斗阵，繁星点点，扭转星移。 我师兄的徒子徒孙全部都是酒囊饭袋，没有一个能打的。如果让他看到你们这样，也会被活活给气死的。别废话，快点破阵！休想！纵横八荒，日新月异。师姐，帮我拦住七人，我去破阵眼。好。
想回房啊？不怕两面夹击吗？这香可还有三分之一呢，不等他祭出那一剑了。不要管我，想已经过半，拖住他们。想拖住我师姐不难，我看你怎么单防我。师姐，一起攻！ 你找死！少恩，不要管我，想马上燃尽。但香燃尽之时，夜命归黄泉了。叶婉莹，你看剑。 花拳绣腿，也想做阵眼。你来啊，香可就要燃尽了。到那时，你们可要功亏一篑了。什么？别上门了，先顾好你们自己吧。天罡北斗阵不过如此。村主，别玩了，解决了他，搜身。叶婉莹，我念在你是我师兄女儿的份上，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青城剑法在哪儿？ 如果我告诉你，你能放了我们吗？只要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保证放。好，我说，在哪儿？让我想一想，给我点时间。我已经是待宰羔羊了，让我想一想都不行吗？好。 你最好不要骗我，不然我杀的你青云派片甲不留。哼，想拖时间是吧？告诉我，没用。别说是半炷香了，就是给他三天三夜的时间聚拢真气，他也打不过我们。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交出剑法宝币。还不说是吧？别怪师叔无情了。 住手！师姐，别管他，出剑！我有一愿，万无其安康；我有一剑，斩入剑不平。这一剑，乃江湖已久一阵。 快走！我断后，跑的时间。师姐，你这一剑之威，总要人知。生死之前，就是你。 你中了那一剑，活着也是枉死，早死早投生吧。偷袭师哥，暗算师妹，你好狠的心！混江湖的不狠，地位不稳的。那是你心中的江湖，侠之大成，为国为民。够了！
一个机缘巧合就练就绝世神剑的幸运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我？你的江湖是为国为民，我无话可说。可我的江湖就是丛林法则，弱肉强食。你辱魔，我必杀之。 临时凝聚的真气快消耗完了吧？杀你！足矣！得了吧，别再逞强了。你的实力我很清楚。临时凝聚的真气，刚刚那一剑已经一泻千里，现在还只有三剑的机会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三剑过后，他们是怎么。 师弟，你真气耗尽，不要管我们了，赶紧走。是啊，姑爷，你带着掌门一起走。对，我们来断后。臭娘们，爷爷再接你一剑。哟，还真有点皮肤汗瘦的悲壮。张子良，你还有三剑的机会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我不需要。那他们呢？他们可是你的兄弟。 你的家人，哦，还有叶婉莹，可是你拜堂成亲的女人呢？你有三剑真气，想自保肯定没问题。可是他们今天必死无疑。老妖婆，你给我闭嘴！我青云派没一个孬种，老子生在江湖，死在江湖，怕死就不练武了。要杀有剐，西天遵命。 姑爷，看你带掌门走，我们七个再护你们一程。师兄弟们，解开青云派禁术，开启天罡北斗阵。不要，子良，你快阻止他们解开禁术。这是一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武功，一旦解开。 一手都回光返照，三年之内必死无疑。什么？不要说了，你快让禁术阻止他们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如果让他们解开禁术。 你还有一线生机，可惜了，今天你一个都做不了。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为救我而死。<笑>那就让他们眼睁睁的看着你死。子良，你真气所剩无几，不要再和他拼了。姑爷，为了我们不值得。是啊，我们连累了姑爷。老妖婆，你给我住手！<笑> 子良，刚才滴了一剑，如今又浪费一剑，我还只剩下一剑真气，你敢不敢接？哼，你现在连站起来都要拄着剑，这最后一剑真气，你还是留着说遗言吧。遗言？你舍得让我死？你杀我徒弟，灭我师妹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。 青城剑法你不想要了吗？青城剑法，你舍得给我？我还有选择吗？如今，你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只要保命。哼，当初你死也不肯交出来，现在怎么舍得给我？你总是疑心太重，把所有人都想得尔虞我诈，能救大家命的只有青城剑法了。换你，你怎么选？ 张子良，你想干什么？那青城剑法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你可千万别犯浑。就算你把青城剑法给他，咱们也活不了。是啊，姑爷，这娘们心狠手辣，怎么可能会放过咱们？青城剑法绝不能落在他手里，否则整个武林
都会生灵涂炭，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拿剑法换人命，你换不换？你是卢珍宝的东西，能轻易给我，别跟我演双簧。你们那点戏差远了，命都快没了，谁陪你演戏？ 说的都是真的，要不要随你？你真的愿意拿青城剑法换命？你相信多言，说多了也没有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交出来，我不杀你就是。那你过来吧，我就在这儿，你扔过来就行。剑谱那么珍贵，没有文字，只能背给你听。 原地背！这么多人听着，你让我原地背？你根本就没想放过我们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我不会背。我答应你们的话，我一定办。我过去。 最后一剑，鱼死网破！哼！我防的就是你这一剑。混江湖，我是你姥姥。三剑过后，你已无真气，你要怎么办呢？谁说没真气就杀不死你？什么意思？青梅，明年今日。 就是你的死技，什么？你只剩剑招了，拿什么杀？谁说光剩剑招就杀不死人？<笑>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剩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剑招，要怎么杀我呀？一个人的剑招当然杀不死，但是一群人的剑阵，杀你绰绰有余。剑阵？ 你不是打断了他们的恢复？怎么可能有剑阵？谁告诉你子良打断了他们的恢复？这不是说那是青云禁术，三年必死吗？你一心这么重，如果不这么说，你怎么可能相信你？好，就算是我阴沟里翻船，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。戒指便是。总师兄弟们恢复的怎么样？已经恢复个七七八八。姑爷。 你吩咐我，好，我和婉莹坐阵线，再布天罡北斗阵。嗯嗯嗯，布阵，天罡北斗阵，焚线顶点。我说你。 这主师兄，助我！一鸣惊人，一剑士。 老苏救命！青城剑法我找到了，在哪儿？是他，他就是叶青山的传人张子良，他有青城剑法。不好，是薛道门，快走！
今天谁也走不了，快救出剑法！跟他们拼了！王二魔皇，没事来了！师傅，徒儿，拜见师傅！徒儿，拜见师傅！徒儿，拜见师傅！够齐了吧？ 叶老儿，你躲了那么久，终于舍得出现了。你已经将整个武林的秘籍据为己有，还不够吗？如今还敢窥探青城剑法？再多的秘籍也不如青城剑法。当初我血刀输你半成，今天鹿死谁手，那可说不定了。自古以来，邪不压正，今天就是你的死局。什么是正？ 什么是邪？还不是你们这帮自诩名门正派区分的吗？同样是杀人，同样是死人，难道还要分一个三六九等？人不分三六九等，是有是非对错的。那是你认为的是非对错，可不是。杀一人，我是恶；杀百人，我是魔；杀千人，我便是武林至尊。 你走火入魔，多说无益，那就好了。你一统江湖，坑杀了多少门派？如果成功是建立在血情之上，那你这所谓武林盟主的称号，别人也是敢怒不敢言。小儿，你以为那些门派就没有坑杀之事吗？你们至少没有那个实力，更没有那个机会。我血刀门创立百年，既然是歪门邪道，怎么没见你们名门正派 来绞杀过几次啊？说来说去，这江湖就是以实力为尊的武林。荡平武林，唯我独尊。荡平武林，唯我独尊。叶老儿，普天之下能与我血刀功法抗衡的，只剩下你青城剑法了。今天我便杀了你们，整个武林 便都是我的。来人，在，拿他们祭刀。是。不好，是血刀阵法。 师父，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徒儿们，在！今日一战，必有死伤，你们怕不怕？不怕！生在江湖，死在江湖，不怕！您老人家教我们功夫，就是为了除魔卫道。如今正邪对立，我们不怕。对，我们不怕。好，那今日为师就再带你们摆一次阵。嗯。 天罡北斗阵，老祖，这是依托青城剑法的剑阵，由我师兄做阵眼，非同小可。看来今天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徒儿们，在，今天为师亲自做阵眼，带你们破天罡北斗阵。 不准！血刀阵，对他们以活人祭刀炼制的邪门功法，你仔细看，他们的刀都是拿活人祭的，在相互配合与击杀之间完美无缺。这么多刀，得祭祀多少人？按照目前的纯度来看， 少说都有几百条人命。什么？这么多人？这已经算少了。你再看血刀老祖手里的那一把血刀，活祭了上千条人命，否则绝不可能与父亲的青城剑法不相伯仲。那今天更得除魔卫道了。侠之一字，除暴安良。子良有正义之心，必鸣不平。子良，为师没有看错你，都是师父教的好。
马屁精，对，马屁精，准备迎敌，是，繁星点点，红砖星移。 威震八方，日新月异，无法连贯，配合娴熟，天罡北斗阵果然名不虚传。血刀老祖，莫要乱我心性。以血刀阵法，看似大开大合，实则暗藏杀机。哼，既是如此，那就看谁更胜一筹。徒儿们，破阵！ 我去打头阵，子良，我来帮你。哼，众师兄，助我！是，阻止这俩小娃进攻。我去应敌。众人助我！小心！ 青城剑法，徒儿别怕，这小娃空有招数，没有真气，奈何不了你。 谢老祖提醒，该我了，受死吧！<笑>师弟小心，我来帮你。<笑>那你们俩就一起死吧！怕死的人是你，子良师弟，双剑合璧，功德相含。好，双剑合璧。 婉莹，曲终谋抢，拨乱反正。找死！我看你们哪里多！婉莹，小心！ 自不量力，我有真气护体，这招式对我毫无意义。师弟小心，你真气欺负人，真卑鄙！去死吧，叶婉莹！小心，林剑师，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既然如此。 我就让你知道真气与剑招的天差地别。嗯，这是什么真气？剑招在他面前毫无用处。你的招式真的不如真气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我这一双手虐杀过上千条人命，皆是贯穿头骨而死。仅凭一把纯钢打造的兵器，休想破了它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去死吧，妖女！陈氏，小心后背偷袭。 强不弱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武功？居然连剑都刺不进去！不可能，衣服里面一定是隐藏了什么能护体的东西。真气护体，金戈不坏。跳，你还知道真气护体？没错，我已经修炼到了真气护体的境界。仅凭招式与兵器，你们根本就奈何不了我。 招式与真气是无法跨越的鸿沟，今天你们死的不可惜。妖女，住手！真气杀剑招，你胜之不武。江湖没有胜之不武，只有成王败寇。去死吧！不要！
万英，谁说剑招就不能破真气呀、啊？徒儿们，今天为师就把倾城剑法最后一招破气式传授给你们，看好了！紧急通知任命，破气式。叶老儿，你好心思啊！事已至此，还舍得出绝招？哼，自古以来。 都有留一手的规矩，但我的徒儿们只要心诚，我会亲自传授的。薛大老祖，你休要挑拨离间。师父待我们恩重如山，莫说是刘义生，就算是十手白手，那又如何？子良师弟说的没错，我们怎么可能是生米恩斗米仇的人？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你们这些恶贯满盈的人，怎么可能知道江湖道义？小娃，我手中的这把刀便是道义。 就算你武功再高，杀得了天下人，你也学不了武林绝学。为什么？神者无敌。因为神者无敌。这小子是不是有病啊？如果讲道理能解决问题，那还练什么武啊？小娃娃，我懂你说的意思，但不对。怎么不对？ 原来不说，就说你师父的倾城剑法是武林之宝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如果他有仁者无敌的心胸，没有绝世剑法傍身，那倾城剑法会不会被人抢夺？会不会被人窥视？江湖险恶，自然是有这种人。既然有人会抢，单凭你的大道理，行吗？这江湖早就没有了义气二字。这利益熏天的今天，已经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 你心有赤诚，我很欣慰，但这不是现实。小娃儿，老祖今天就教教你什么是现实。什么是现实？现实就是弱肉强食，强者霸道，向弱者压迫。你看见了吗？怎么了？青竹，是你们小师叔对吧？他跟师傅。 都属于神剑一脉的传人，就是这么赫赫有名的两个人，为了倾城剑法，不惜背刺师哥，这是为什么？自然是欲望太大，想要的又太多。哼，你说的很对，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他的心里早已没有道义仁义，当初碰到利益的时候，全都可以抛在脑后，这就是现实。江湖形形色色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可能都是他们这样的人。 小娃，那是利益不够，利益够了，一切皆可谈。这就是现实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去他妈的现实。子良，别冲动，你不是他对手。师父，退下。是。年轻意气固然是好事。 但不能因为一点不公不正的待遇就持剑对杀，那是莽夫行为。今天为师再教你一招，打败现实的只有手中的剑。老鬼，看剑破气身！好，我等的就是你的破气身。徒儿们。 看清楚为师的剑法！破气第一，九颗曼红缨，武功双绝明。破气第二式，燃烧白马，踏入流星。破气式第三式，石破八元，千里不留行。破气式第四式，治疗缝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 好，好剑法。师父，徒儿，永远记住，无论是江湖还是武林，都要具备打败他人的实力，只有这样才能和他们讲道理。 则就是人情烟微，无关对错。
师傅，师傅，欢迎为父连续大战，以逆转经脉，无力回天。今天为武林除害以后，我也就有进灯窟了。希望你和子良能把青云派发扬光大。 师父，爹，师父，无妨，此事还死不了。徒儿们，看我剑法，学我杀敌。血刀老魁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徒儿们，赶快护驾，否则除了毙命惨的人，谁也别想得到解救。 龙王未到，除魔未到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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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做完了，你想去？我杀了你，还是你？婚姻小心！你不要过来，拖住这妖女，为父亲赢得时间。先帮他呀，别等着我护驾。想去就驾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你这样拦着我，就不怕他有闪失？ 有我在，你就别想过去。那我就先杀了你再出家。原来你是服了毙命散这毒药，所以才投靠了血刀门。不用你可怜我，给我滚开！如果你再阻拦我，休怪我无情。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愧疚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命，我有什么可愧疚的？ 那你被刺我父亲，难道也是因为服了毙命散吗？怎么，不敢说话了？你到底要怎样？说话！你为什么不敢说？我没什么可说的。那日被刺师兄之后，我就被血道门偷袭，和师妹服了毙命散，其心不正，自作自受。滚开！住手！ 师父，你没事吧？父亲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我们两次大战。 你经历转阴阳，三年之内你必死无疑。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我也要为武林除害。想要重归于尽，你不怕死？那他们呢？我不怕。好，既然都不怕死，那咱们就按照江湖规矩，一对一对战，只是一方皆死。叶老二，你敢不敢？你说什么？ 师傅，想要彻底绞杀他们，只能这样。答应他，父亲，您就答应吧。如果是混战，这血刀老祖的徒子徒孙肯定会有逃窜之人，只有一对一的比拼，才有可能一网打尽。他们血刀阵厉害，我们天罡北斗阵也不是吃素的。是啊，师傅，你就答应他们吧。好，老贼，我答应你。老贼，我答应你。 好，那咱们就阵对阵，人对人，招对招。好，双方对战，其他人不得入内，只持一方，不死不休。血刀弟子，在。不，血刀阵法是。师兄们，好。不，天罡北斗阵，是。
等一下，血道老祖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我阵法都需要阵眼。我就是阵眼吗？我来。小娃娃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说。小娃娃，血气方刚是好事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凭借满腔热血就行。只要是正确的事，莫说是满腔热血，就算是赴汤蹈火，我也不怕。老贼，别拐弯抹角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叶老二，此次厮杀，梅家的阵眼都很关键，不管哪一方强弱，都会影响胜负。所以，这次厮杀，我们都不许增加阵眼，就让他们独自厮杀，怎么样？这不公平！对，你们血刀阵法本来人就多，我们天罡北斗阵人少，如果没有阵眼加持，你们就是以多欺少。何况，我们已经接连大战。 真气荡然无存，你们这样无异于是单方面的虐杀。小娃，我们人多，那是因为我们阵法本来就人多，而不是故意增加人手。而且从阵法上看，天罡北斗阵锤炼了上百年，配合精妙，毫无破绽；而我们血刀门才打磨了多少年？如果说公平，我们没有得到半点好处。可以了，小娃娃，江湖。 就没有绝对公平，此是对所有人唯一的公平。叶青山，一句话，你答不答应？师父，实力相当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开始吧。谁若帮你，我必杀之。繁星点点，单刀直入。 斗转星移，一刀两断，纵横八荒，日新月异，刀光血影，怒斩乾坤。狮子搏兔，不留余力，徒儿们，给我上！不好，他们有危险！众师兄弟，师父教诲，我辈习武，今日必死之军，怎么办？哥哥，他们拼命！好，我们一起送他们见阎王。天地同寿！不好，他们要拼命！徒儿们，赶快后退，否则便必死无疑。好，完了！师兄弟们，今天死。 要来个垫背的，一并换一面。师兄们，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报仇。比武擂台，生死由命，怎么心疼了？老东西，他们都是我一招一式教出来的徒弟。 怎么能不心疼？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我也要送你下地狱。想杀我的人多了，可他们终究是死在我的刀下，也包括你们，也要死在我的刀下。师弟，师兄，大师姐。 我在，大师姐，师姐在，一定要活下去，把门派发扬光大。好，我一定把门派发扬光大。人来人走，叫江湖。师兄，师弟。 今天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！青云派张子良与叶婉莹问剑血刀门何人应战？
把他们的头给我拧下来！遵命。两个手下败将也想杀我们？既然是手下败将，那就来呀！为何止步于此？难道是怕青城剑法的破气势？之前你们仰仗真气，我们奈何不了你？如今我们学会了破气势，你们怕了？哼，怕！姑奶奶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不知道什么是怕。那还磨叽什么？来呀！ 那还磨叽什么？来呀！你什么你？哼，狂妄自大！别以为仗着青城剑法，你们就可以有恃无恐。我去杀男的，女的交给你。好。队长青梅，小心点。你也是。如果这次我们侥幸活下来，那就不办一场婚礼吧。好。其实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。那你现在就说吧。 嫁给我，委屈你了，一点也不委屈。怎么可能？你出身豪门，父亲又是天下第一的剑神，我只是个山野村民。如果不是巧合救了师父一命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。何况你还那么美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愿意，生则夫妻，死则同学，给师兄弟们报仇。小女，拿命来！找死！青梅，你看剑。 意乱即时，他练了破气式，久战必输，得想个办法。那怎么办？你去拦住他，我运真气一击必杀。好。 临阵退缩者，杀无赦。子良、马英、乔迁呐！ 子良，我应用青城剑法最后一式，青城剑法第九式，一剑破意。那就让你们一起死！ 你用力，大姐，你用力呀！上天保佑我姐姐平安。 窒息自然了！哎呀，你看着。婉容，婉莹什么情况？大姐，加油用力啊！快了，快了！生了。 姐夫，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姐姐怎么样？好着呢，恭喜姐夫，恭喜姐夫！